嗨，周末快乐，今天休息，早起给自己做个早餐，准备一个面饼，做个雪碧拌面。先来调做料，一点蒜末，一点葱花，一点白芝麻，再来点辣椒面，淋上热油，滋辣出香味，来点雪碧、生抽、陈醋，一勺老干妈，一点盐、鸡精，搅拌均匀备用。水开下面饼，再来点胡萝卜，水开煮两分钟就可以了。我喜欢口感更硬实点，捞出过一下凉水，控干水分开始来拌，给它拌均匀就可以了。真的好香啊！锅里喷点油，再来煎个鸡蛋，慢慢给它挪到中间，再来撒点黑芝麻就可以装进盘里啦。还切了一点橘子和猕猴桃。今天喝一个新上不久的24小时黄金营养乳，口感属于自然清甜型的，更接近牛乳本来的味道，一点也不腥。更重要的是只卖当天的鲜奶，很新鲜，活性营养也很丰富。最后展示一下今天丰富的早餐，我要开吃啦，姐妹们拜拜。